外在上半场表现非常亮眼的欧世伦，在这一节在进攻当中，这个防守完全被晃开，先过了欧世伦，双手把球塞进篮筐。这里是刚刚郑明学的单打，前面几场比赛是没有看到欧世伦有这种中距离出手的这种企图心。篮下掉，来了，这个位置应该 OK 了吧？但还是没有。哇，施耀真的要给他一个 respect。我真的没有在怕的啊。哇，今天真的他就用身体去想办法阻挡，才能够接受事情。没错，看到黄奇峰教练一个问天的表情。文发展现出他的活动力啊，将两分抛进。给了文发，中距离的起跳，空心破网。老文发。板巴出现了一个空档，假动作先晃起来的打板，哇，是打得相当的聪明啊！我篮底下的太强，赵福再拿回来，拉手球进算。阿基诺还赔上了一次犯规，还有五秒钟，来看一下右维怎么处理。赵福接球后三分，直接出手拆掉了这个炸弹。底下少辅摆进，两分篮少辅，李金欢压进来到篮底下，这一球出手还是弹进去。张兆成还是会给李金欢外围的三分球出手，德超接进来地板给球，李金欢三只手都摆在上面要来防堵他了，至少他还有办法稍微限制他。对，外围三分球又是林信宽，就看来一个吧，当地冲球过来，转拉还不是时刻。侵略性的防守，这是将军成功断球之后前面扣篮，哇，屋顶要被掀开了，56-43，将军一次漂亮的一个超球，马建豪拉出来之后的外线突破。三二的这种小防守，也可能会小精神啊，都是他一个变化。这下的延误效果呢，其实在前面达到了。不过马建豪啊，再给到底角，马建豪的第三次出手，连中三元啊！是的，哎，出现失误了啊！利用失误得分，又是马建豪第一节上双了，漂亮！在空中传球就是有危险，陈范博彦切进来。转不过来啊！好球，陈范今天感觉上果决多了。对啊，但是攻击都是需要球权的比重，所以说接下来要怎么样调配？哦，来看一下这一球，陈范博彦。
球，进去的博士是一个大空档，球进。200或198这样的高度，然后能够投外线的人应该是最吃香。没错，还剩下最后的七秒钟，切传陈佑伟的三分外线。哦机会交给 Watchman， 哇 ，shot clock 已经快要到点了，非常远的距离，三分球再来一个，哇！决定要慢慢的来打一个半场组织，哇、哦！小白